是李易桐。2021年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写下：“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，专注当下，不急不发。”这是一束拼搏之光。请港放心，强国有我，接续奋斗，青春万岁。2022年5月3日，关注河南卫视，关注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《青春万岁》，奋斗者正青春，青春沸腾。